我是小六。看，叔呢很早就抓鱼回来了，看看现在抓了多少。哇，好多啊！捡鱼呢？要把鱼摘下来。我大伯好早就去了。他晚上2点多去放网，然后早上。这么早啊？早上6点多去。要去收网。我本人都应该。搞奶奶的爱我小六，你会摘吗？看这种鱼看起来很像鲤鱼的，还活哎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。这个是钩鱼。钩鱼，哎呀，它很像鲤鱼哎。像鲤鱼吗？外形很像，你看它嘴巴那个都很像，而且嘴巴旁边还有两个胡子。秋子，在这边就是好，因为河里面小鱼也挺多的。它河里面就是这么小的鱼，想吃就去抓，是吧？嗯。这种鱼它是长不大的那种，它本来就这么大。对呀、因为刚开始他们还说我们这么小就吃了，其实这个鱼它这只有这么大。他们这不知道啊，他们以为这是鱼苗，其实这不是鱼苗。这边好新鲜。对呀、鲶鱼啊。这个网眼好像汤很好吃的，这个网眼好像大一点的。那有八娃吗？那是小广外的呀，还有螺丝。我也不干了，螺丝都玩到了。怎么给你个干呢？干，放这种网啊。小六，昨天这个鱼好吃吗？昨天晚上炒的好吃 好吃啊。今天早上再炒一点吧，今天早上的更加新鲜。昨天晚上那个真的是很香的。不够吃。哇，这里真不少啊。怪不得妈妈真是。看，全部收获都在这里面了，都有3-4斤了。看到这么多小鱼，我心里面也痒痒了。等一下，我也拿个网去碰碰运气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啦。今天早上伯父去捞了很多鱼啊，小六说很喜欢吃这个小河鱼，早上又捡一些新鲜的。